你有加入我帮会吗？好像还没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仅限邀请，好友战区好了。你等好了跟我讲一下。没有加入帮会，没有钱，零块钱，现金零。一开始还送，怎么这么可怜？而且还是个女的，怎么回事？一开始他会送你钱，可以换啊，可以换啊，可以自己创啊。外星有人说会不会买 PS 4版哦？应该会吧，我应该会买吧。QK 你会买吧？你觉得你问这个问题？对啊，秋波应该也是 OK 的啊。到时候我老实回答你，还是你用这个委婉的方式回答就好了。会，我们都会买，我们都会买，我们都会买，都会买，只是那个只是要不要钱的问题而已哈。好啦，看班会哦，什么班会？老皮包会集团没有啊？今天就是因为秋风他没玩过啦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带秋风去逛逛街这样子，然后我先来去，哦、我看大家把他推到暗巷里面，把他推到暗巷，带你去飙车。好了，随便了啦，然后就这样了，就长这样了。你那个没差，反正你那个到时候你 PS 版还是可能要再重对啊，你要重撞、啊，他记录不会那个啦，你就先随便玩嘛，因为我是想要说 PS 出的时候我再认真玩，因为现在的话。PS3 读取速度比较慢啦，其实就是慢很多吧，慢超多的，慢真的超多的。肯定要286跟 i7 比好不好？对啊，完全全不能比啊！286电脑跟 i7 比，你看谁会赢？你说带秋风去环岛、啊，好啊，秋风你要环岛吗？输入我的名字可以输入中文吗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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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输入你 Magic。这不是线上游戏，你是不是中文在乱吧？啊、有个东西、啊，好啦。哎呀 ，Hello， 载具管理选单，哎、欸，还有多个新的东西耶，好酷哦！有啊，枪有，哎、欸，我进来，我直接抓你是不是，不死，我直接加老皮，就是你那边位置满了吗？有啊，直接加，没满没满，来，有这游戏有电脑版吗？好像就是电脑版吧，基本上这游戏我电脑版、PS 版我都会收，因为真的太好玩了。我 PS 版应该是玩连线啦，因为连线品质稳。PC 版的话应该是玩模组吧，你看现在模组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来弄个拍照模组啊什么的。哎，我终于登录了，又是你，昨天单打不够是不是？啊，昨天单打不够，哎，没有十八禁的图案呢，拿掉，想要我就送给你啊，啊，想要啊，怎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叫我这么难听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看你是离线啊？老皮，我看你在离线、欸。线？对啊，我没离线啊。GTO Online， 我看你是离线啊。没有吧？我没有离线。你是看到哪个东西啊 ？OB Channel 啊 ？OB Channel 离线？有啊？不可能啊！真的啊？不。我上线啊，我没看到，你有看到我吗？那我邀请你看看啊。可以快转吗？可以快转吗？前面这一段动画可以快转吗？不行，你一定要看完它。听到没有，观众听到了没有？而且你前面 QK 大大专业解析，你前面还不行，因为你前面你还要先过新手任务啊，没有那么快。对啊。你们先 PK 啦，我先过我的新手任务。我才刚坐飞机来而已，你看我才要从国外飞来这里找你们哦。欢迎加入 Rosenta。我的等级在上面，我现在零级耶，一级都一级没升二级，一级升很快啊，还蛮快的啊。我又害我被警察抓了，啊，你不是要邀我？我现在被警察追，有什么邀你？你就主杀掉啊！就是还会扣钱呐、啊！哎、啊，你钱那么多，你怕什么？那就马上得我一把枪哦！您自杀啦！你怎么这么快就去死了？故意的啊！老皮，你要 PO U 吗？什么 PO U 什么东西啊 ？YouTube 吧、啊、，YouTube 吧、啊，会 PO 啦，会 PO 啦。我看一下啊，我没上线吗？不可能啊！我看你没上线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战区好像快满了、嗯。我看你也没上线啊。
对啊，我看你没上线啊。究竟是你没上线还是我没上线？我有上啊，没看到啊，连不到是不是？不来电，不来电啊。对啊，要 kiss kiss 你。还是要，还是要，你要重开下游戏啊，搞不好就有。我好想看哦，你们什么时候要拍？这个十八禁吧，没关系，这游戏本身就十八禁了，没有差你们。我说实体好不好？当然不是虚拟啊。实体来一下，来一下啊，没问题啊。我很想看。你说什么？前面真的没有办法跳掉，是不是？不行不行，而且他新手任务要过。真的没看你上线，我也没看你上线啊。你们是不是一个人要重开了？我重开，重开，我十块重开，因为声音跑掉。嗯，对啊，赶快出 PS 版就不会那么多问题。PS3对啊 ，PS3问题太多了。对嘛，问题这么多。哎，QK 离线了。哎、欸，你看得到我哈？我看到了，你看，一定是老皮的问题，老皮的问题啊，不然什么问题啊？我看一下啦，购物中心大集合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邀我啊？然、哎、后等待其他玩家、死掉了啦。有人说老皮面具哥搞不好是妹子啊，就给他追吧？怎么可能啊？拜托，不可能好吗？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很会累哥哎、欸。会啊，就是说男人那个是会飘，是不是？就是会顿一下这样。没有啊。啊，加入了，加入了，等待其他玩家中，还有15秒、14秒、13、12、11。他开始了、哦，你直接开始了。我没有啊，我在等待其他玩家哎。他解那个任务了、哦购物中心大集合、那個、不是吗？都忘记，对，那个是一开始的新手任务了、菜鸟任务，菜鸟，我是菜鸟，请各位老鸟们仔细的教导我。不会啊，现在没有新手，没有人陪你玩。现在已经几乎没什么新手了，他们都是老手，老手中的老手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连。哦，继续啊！好，玩家准备完毕，就这样。不要在那边偷撞啊，这很烦哎、欸。偷撞的，我竟然没有选赌注哎。你没有钱啊？哦，对哦，一毛都没有，拉马也没有吗？除非你去买那个卡。哦，要预支是不是？不是，类似像是那个啦，用 PSN 的点数对啦呀。啊，这么棒哦！穷人的救星呢、欸？穷人的救星呢、欸？我懂哦，外国来的钱有没有？穷人来的救星，台币战士，台战哦！想不到这款游戏也有台战，真了不起！台战就是我。没有哎、欸，但是你台战，你等级没有到，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对啊，台战只有钱是不是？他也是要练等。哇，什么问题？我把拉玛撞掉了。新手任务应该不会很难吧？号称新手的任务。哦，飞出去了。哎、欸，老平，你的那个。还有 DNS 有没有正常啊？有时候你 DNS 正常、啊，就是测试网路 P 主机测试网路啊。他说无法连线到 Rockstar。嗯。啊？难打游？能重来吗？那我先回到单机好了，重新连线。反正我不想出村，我现在暂停。就看一直狂死。盗版没办法玩、啊，三角形定的啊，重生上一个点。盗版绝对不可能玩。三角形，没有办法、啊，按三角形没有办法。死的好惨，人太多了、啊，一堆莫名其妙一直撞我。到底是在玩游戏还是在撞？还在新手任务啊，我们要等他们等他玩完。我到底可不可以身上装一堆刺啊？只要有人过来撞我，他车子就爆炸这样。你以为是玩那个死亡飞车啊？火电。
我要跟小茶玩的啦，不爽。小茶在哪里啊？玩狗？小茶在哪里？不是在一楼吗？在那个狗屋里面啊。哇，走啊！他在大便。看一下，小茶哪边？我下。dog 屋里面 ，dog house。一直按三角形，我刚才一直按三角形，他没有回去，搞得我还要在这边绕。有人说老皮老皮别生气，因为我在那边讲我生气了。老皮不要生气，老皮好凶哦。很爱讲生气耶，到底怎么样才就是怎样的定义才对啊？对你们讲才生气。老皮好凶哦。对呀、啊，暴走型实况，一堆屎。暴走，我进来了，哎。我们今天晚上就这个画面，然后持续一个小时好了。什么画面？什么画面？你看我实况台就知道什么画面了。我现在哪有空看你的实况台啊？就是这个画面，持续一个小时。哪有这么神？神，我是伊特炮了。老皮不要生气了啦！射爆你这臭狗！不能射他。我真的看你没上线。没上线，现在还是没上线吗？对啊，老皮，你有重灯吗？我没有重灯啊，要怎么重灯？老式火枪。我看有游戏的那边没看到你啊。等一下，他有多些新武器耶、欸。老式步枪之前不是没有吗？那个是之前的 DLC 啊。DLC 才有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啊，那怎么办？我这没上线，怎么办？看好友 ，QK Sniper， 我看你在上线怎么办？为什么我停在那个读取画面？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嘛？你看看，还说我还怪你？没有，我 GTA 都怪我咯，怪你了，怪你怪谁、啊？传染给我 ，PSN， 有吗？有人说 PlayStation 被骇客攻击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说蛇王吗？蛇王还有办法攻击这个东西吗？那个把十讲自己十岁的那个人把我崩掉，那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，真的连不上完全连不上有没有可以找菜渣吗？菜渣应该不在吧？我找不到你耶，你是离线啊？我看你是离线。对啊 ，QK 和我都有上线吧？好啦，我再连一次。秋风，你的账号是什么？我是 CC 这个。不是、啊、CH 开头的哦，对啊，我看到你啊 ，CH 这个啊，CCR， 对啊。有人说怎么不邀卤蛋，因为他很喜欢。我今天有特别去邀他们，然后他们两个一个是说他有工作要做，另外一个是说他那边今天晚上有事情，好不好？我都有邀。哦，你们不要每次都这样，就是说什么啊，老皮都就自己玩都不邀人，我都对啊，老皮都不邀人。我不是邀你，天使矿吗？所以我来啦，所以我来啦。对呀、啊，让我很感动啊，是不是？好感动。没有人赞助你的时候，我就来支援你。真的，好好哦。秋风大大人真好，你看你找我都上来。哇 ，QK 大大人真好，找你玩 Titanfall 都不上来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看。跑完那个赛那个新手赛车之后还有任务吗？有，有，还有这么多、哦。有，看来你们可以先玩两。好像偷完东西之后就 OK 了，就解完了。偷东西是不是？对，要去不是偷东西，就是要去抢那个商店啊。抢商店很好赚耶，你要不要去赚？拉玛都带坏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不然干脆我们三个人自己开一间房间算了啦。可以啊，不然我觉得有时候人太多，反而读取会变很慢。就是那个玩家太多的话，可以啊，可以开私人啊，开私人啊，先邀请，开邀请，然后你把我们邀进去里面就好啦。好，等我先去碰面的地方。尬枪。碰面的地方。但是问题是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上线啊。没有吗？哦，出去的地方。我先看怎么开好了啦，我有点忘记怎么开了。喂、欸，加入。哎呦，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哦。清单玩家。我怎么会知道你是新观众还是旧观众？算新观众好不好？
如果是在老皮台，我就会说是旧观众。